有交代过，袂当让你离开这。我要去亚杰婚的现场，我袂当让客伯伤害我厝内人。你把我放开哦，别搞我作动。瑞安，你听我的，你即马去只是刺激客伯伤害你的亲人。你就知影伊即马唔忙，就是利用乌青的力量，让伊三条魂倒去家己的身体。任何队伍遗憾的，伊绝对袂放伊煞。你去只是丧死尔。就算我死落一条，我嘛要死伫个亲人面头前。之前我唔知影，我是老家的黑妹，所以我做真侪伤害爸甲正义的代志，至少要报恩一届，才能弥补我对伊的亏欠。紧给我放开！瑞安，你明明知你拍袂过我，谁人在逼我？你嘛是我的亲人，我绝对袂允准你出任何代志。珊珊，咱自细汉做起大汉的，好多个都亲算命共款。其实伊甲我咧讲遐尼残忍、遐尼歹听的话，迄是希望你会当赶紧离开，因为我无想要甲你牵连入来，我甲客妹之间的恩怨。我甲你知影，我足清楚的。到最后，我两个一定会变面的。所以我无希望你做石化身，我无想要你为难啊。不过。别个骗我，那么我在你面头前死给你看。你安尼是何必讲？你想要做一直要甲客妹作对？我已经无歹选择啊！你是要放我走，还是要准备替我休息？现在什么情形？客妹在叫我包围。刚是叶静心新婚，好大的贴吧？天灵树嘞！啊！灵树，我唔知是谁人，有人向我施了灵树呗？放心，我无是甲讲，你阁会当支持到今嘛？实在我感觉真意外。江德兴，我袂让你顺心如意的，就算毁掉我家己，嘛袂让你继续霸占我身体。那呢，我来顺你的意，先把你的魂魄拍出你的身体。卡在我这了，白费心力。阿姨，我们为什么刚都醒了？金公主，金公主是将军爷喊我发去，有一定的心力。有金公主的引导，一定袂去伤害到文锦。我唔对，我老公有讲过，这個、金公主是阮蒋家代代相传的法器。阮老公阁有讲，咱人有精、力、气、骨、神，金公型的力量会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会当化作天道轮转、生生不息的力量，佮加上飞蛾法力的加持，就会当降妖伏魔、拨乱反正。将军，安尼就照恁阿公的意思去做，阮大家做伙协助你。来来来，啥紧啊！
请金公主服我。你管一点事吗？不可能，我自卑高。那是昏夜金公主，高公中军给我行了。小姐，情形看起来，计划应该是失败了。将个三条分片，和金公主逼出来啊！黄金无代志啊！做牙齿来求我，多谢。三八兄弟啊，啊，讲这要创啥啊？啊，你会当无代志哦，才是哦，送我牙齿上好的结婚礼物啦。文件姐，这真正是牙齿上较挂心的、上珍贵的礼物，恭喜你哦。
的身体，唔知敢会飞去家己身躯遐去。客妹今嘛身体煞去倒位啊？伊无甲我讲，叫我甲你顾好。伊连你都咧提防啊！无你敲电话门到位看卖。你想要创啥？客妹拢已经输啊！伊三条魂嘛唔知飞去倒位，你阁无愿意放过伊啊？无人规章好好，哪有可能啥问题？我是看你规个人细心细心徛伫遐，无啥物表情，关心你，才加问一句。啊，拄则毋是叫我敲电话问大威，敢知影客户身体几多？你倒是讲，你是毋是拍算要对客户不利？煞煞去啦，我已经无啥物问你啊。这什么意思？话题都是徛在客户那边啊，就算讲你知影啥，你嘛会选择保护客户，也袂甲我讲的。所以我无想要伫个遮浪费时间啊。我赶忙去问阮爸那边，我得看伊会甲我讲老实话。不然是安怎要雄雄对我塞性地？我明明拄只讲了好好，足奇怪。即马是心烦恼客袂较要紧，伊三条魂唔知走去倒位，安尼唔就代表我阿姊的线索嘛会断去？啊，我是要去对找伊。啊！你拄仔讲个，讲是恁阿公。亲身教你要安怎控制金公主，这真假？当然嘛，真实嘞。啊，可能是开阿姐看袂落去，我哪拢也袂晓。只用金公主我讲到昏去，阿公来我房间给我指导啦。这公是爸亲身教你的，你无骗我。妈，我哪会骗你啊？啊，这款代志哪当我白讲啦？阿公吼，先煮一碗你上爱食的牛肉面，佮加一粒半熟的南瓜子。然后就搞念讲吼，你的就是甲你妈比起来，输忝忝的啊。讲你根本就是一个练武的奇才，足巧的啊，真实代志一点就通啦。是讲足可惜的，伊爸父等你到十八岁，甲咱总教这才子的使命传授予你。你若无，这任务根本轮袂到我。真实的，我爸真正在你的面头前安尼侮辱我。阮爸在世的时阵，我常常惹伊生气。我毋是让伊感觉骄傲的查某囝。妈，阿公才毋是安尼想嘞。我到即马还阁记得真清楚，阿公讲到你的时阵哦，迄款得意的表情。阿公阁讲，迄栋二万条阮对晒伊，啊，你又秘伫个柜仔内底，伊敢若讲一句四百空九百。你就知影伊暗时了比我好，啊！你若是唔听话，你甲你下句讲好听，对无？对，真正是我爸，四百空九百，这是我跟我爸之间的暗号。我听到无啦？你阿心肝要够艰苦啊！莫够感觉对你去爸。人爸伫咧天顶哦，都甲咱关心、甲咱注意啊。啊，若无伊也无可能亲身指导将阮使用的金公主，对无？啊！